到 part C 一咯喎，咁叫我哋揾 A 多 B 啦，咁由此揾翻呢一個嘅 modulus of P Q 出嚟嘅，咁都唔難啦，係啦，咁 A 多 B 就係 modulus of A modulus of B， 跟住就 cosine theta 啦，咁你留意翻佢哋係等邊三角形，咁所以咧內角係六十度，咁佢話三角形邊長係一嚟噶嘛，咁所以其實呢個一一，咁 cosine 六十度咧就二分一嚟嘅。咁點樣會出到呢個嘅 modulus of PQ 咧？咁我哋可以諗翻就係自己多自己咯，因為自己多自己咧就會係等於翻 modulus 嘅二次方啊嘛。咁 PQ 咧，我哋知道就會係二分之一個 B 減翻二 over 三個 A 咯。咁你多自己二分之一個 B 減翻二 over 三個 A，OK、okay?。咁中間記得咧要寫翻個 dot product 符號出嚟啊，因為咧有 cross product 嘅喺 3D 嘅時候，啊呢個寫好啲啦都係。多呢、這個，咁等於翻 modulus of PQ 二次方，咁所以真係 dot 出嚟嘅話咧，呢、這個 dot 呢、這個，咁啊 B 嘅 modulus 係一啦，咁所以 modulus 嘅二次方原都係一嚟嘅，咁所以就會係四分之一咯，跟住就呢個 dot 呢個啦，咁所以咧就會係減翻，咁我二約咗啦，見到，咁所以咧就會係減翻三分之一個 A dot B， 咁啊即係咧二分一，跟住到呢個 dot 呢個咯喎，咁所以就會係減翻三分之一個 A dot B， 咁 A dot B 都係二分一啦，咁所以呢個係乘翻二分一，最後就加翻四 over 九個 modulus of A 嘅二次方，咁 modulus of A 係一嚟嘅，咁所以二次方亦都係一啦，咁等於翻 modulus of PQ 嘅二次方啦，咁所以咧我哋可以用計數機計一計左邊呢個數啦，咁就係四分一減三分一乘二分一，跟住咧就再乘二啦，因為呢度減多一個一樣嘅，咁加翻四 over 九，出嚟答案就係呢個數，13除36。咁所以 modulus of P 要等於開方佢啦，咁就係開方13除6啦，就係咁。